哎，老张，咱赶紧把这菜摘出来，一会儿赵弟兄来聚会了。啊，oh. 外边没啥人吧？没。<Me. S 1> 这中共啊，为了彻底取缔宗教信仰，是变着法的查咱信神的，又是盯梢，又是打探的，真是太可恨了。啊，oh. 咱可得把这环境维护好，让弟兄姊妹能安心聚会呀、啊。哦。Oh. 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能不一个字一个字崩不？ 哦，oh. 哎，哎呀！哦，oh. 你想啥呢？这是啊，没啥，哼，没啥。你看你那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，肯定有事儿。啊，还不是教会选举的事儿。嗯、啊。哎，你说人家陈姊妹、王弟兄选为教会带领执事了，啊，赵姊妹也被推选为小组长了，可我呢？ 安排在家搞接待，咋了？感觉搞接待屈才了？哎，你说我就琢磨着，新主那会儿我就做工讲道，现在接受神的末世做工都快一年了，在教会里怎么说也应该做个带领执事吧？哦，我说这两天看你情形不太对劲呢，原来是想做带领，不甘心搞接待呀？ 那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。我是觉得现在教会工作这么多，正需要人配合。我现在想做带领，不也是体贴神的心意吗？你呀、啊，嗯，想做带领，体贴神心意，这不错。嗯，可你现在有真理实际吗？你能交通真理，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问题吗？这咋不能？你会带领弟兄姊妹实行经历神的话吗？这完全，咱们没有真理实际，怎么能带领别人呢？啊？ 你以为还跟你在宗教当讲道人一样啊啊？讲讲圣经知识、神学理论，讲讲享受恩典、做工受苦的见证就行了。那、啊、我跟你说说，老张啊，你看看你啊，从信主到现在，你是做了一些工，受了一些苦，那可让你搞个接待，你都顺服不下来。你这也没啥变化，也不是真实悔改。这话说的，我咋没有真实的悔改变化了？是。 进接待百份，我心里是有点想法，那不也接受顺服了吗？嗯啊，还有，以前我不服人，可现在人说啥我也能接受了，甘愿做个最小的，这不就是悔改变化了吗？你外表是顺服了，那可心里不服，这哪是真实悔改呀？那你跟我说说，这不是真实的悔改，那啥是真实的悔改？这事儿吧，啊。 我也说不清楚，<唉>一会儿问问赵底这说了半天，的，啥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说那就不对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开门去。来了，哎、快进屋。哎，赵弟兄，<来><对>我去拿书啊哎。哎，赵弟兄，你可来了，哎、有个问题不明白，想问问你，啥问题啊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 呃，信主那会儿啊，我总觉得自己信主时间长，嗯、还撇家舍业，各处做工讲道，跑了不少路，也受了不少苦，嗯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，一般人呢还都看不在眼里。<laughs> 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这一年啊，嗯，我也明白了一些真理，有了一些变化，哎，就像，呃，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说什么，嗯、我也能认真听，呃，合乎真理的话呢，我也能接受，嗯。 不像以前、啊、那么张狂了，哎，还有，哎，教会安排我尽啥本分，我也能顺服。嗯，哎，你说这不就是真实的悔改变化吗？可他呢，愣、嗯、是说我没有变化，<laughs> 我是跟他说不通，还是你跟他好好交通交通吧、哎。你这老头啊，你这不是倒打一耙吗？哎、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？哎、实话实说实话实、哎。李子薇张弟兄，来来，咱坐下说，咱到底用咋说、哎？坐下说。嗯、不听你。一天天的，张弟兄。 咱们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，的确比以往有了些改变。嗯，对神也有了一些真实的信心。不过呀，这只是行为的变化，只是说话做事有点理性，合乎圣徒体统了，但里面的败坏性情还没解决，还称不上是真实的悔改变化呀。啊？哈，嗯，这只是行为改变，嗯，还不是真实的悔改变化。赵弟兄，你跟我们细说说。<laughs> 咱们呢？ 先来读两段全能神的话，就明白了，为啥说这行为改变不代表性情变化了？啊，行，哎，张弟兄，你来读啊！啊，我读。戴上眼镜。<coughs> 全能神说，多数人信神都特别注重行为，因此在行为上都有些改变。 信神以后，不与人相斗了，也不打架骂人了，也不抽烟不喝酒，公家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钉一块木板都不贪占，甚至吃了亏受了冤枉也不打官司，的确行为上都改变了一些。因着信神以后，感觉接受真道特别好，另外也体尝到圣灵做工的恩典，特别有热心。 甚至什么都能撇，什么苦都能受。但是信了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三十年以后，因着人的生命性情没有变化，最终又老病重犯了，狂妄自大更变本加厉了，开始争权夺利，贪教会钱财，唯利是图，贪地位、贪享受，成了神家的寄生虫。 下面这挺好，我再读读吧。好啊。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？光是行为变化并不能持久。人的生命性情若没有变化，迟早会凶相显露的。你没有真理，你的看事观点还是老旧，甚至和外邦人一样。你的价值观、人生观仍没有变化，起码该具备的敬畏神的心都没有。 这就离性情变化差得太远了。哎呀，神的话说的太实际了。嗯。哎，以前我就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不打人、不骂人、不占别人的便宜，还撇起花费劳苦做工，教会安排干啥就干啥，这就是真实的悔改有变化了。这对照神的话，好像领受也不对呀。神的话说的很清楚啊。嗯。 咱们信神后，虽然都有了一些变化，不像以前那么狂妄了。嗯，与人相处也能谦卑忍耐，环境再恶劣也能坚持传福音尽本分，就是被中共抓捕坐监也不否认神。是是，但这些呀，只是外表行为的变化，不代表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也不代表我们生命性情有变化了。行为的变化是因着圣灵的做工，或是凭着热心。 或是守规条、靠克制达到的，这个变化呀，不能持久，经不住检验呢、啊。因着我们里面抵挡神的撒旦性情，撒旦本性还没有变化。一旦神的做工不合观念，我们抵挡神的撒旦本性就暴露出来了，就能背逆神、抵挡神，甚至啊，还能否认神、背叛神呢、啊？哎呀，这生命性情不变化。 还真是挺危险的。嗯、是啊，这行为变化与性情变化的差距也太大了。嗯，是啊，这就像当初犹太教的法利赛人，嗯，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各处传教，常常给人讲解圣经，还教导人守律法，在人看呐、啊，他们很属灵，也很敬虔，好像是顺服神的人，他们的行为人挑不出啥毛病吧？嗯，嗯，可他们咋还能把主耶稣？ 给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就是因为呀、啊，他们本性狂妄自大，仇恨神，仇恨真理，所以他们明知道主耶稣发表了真理的道，嗯，也不寻求考察，还竭力的抵挡定罪主耶稣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嗯，说明他们的好行为都是假冒伪善，是迷惑人的。对呀,、哎、呀，人光有好行为，撒旦本性要不变化，就还能抵挡神呢。嗯。 哎，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了我们原来教堂的吴牧师。嗯，他外表谦卑和善，对人也挺讲爱心的。这一祷告啊，就懊悔的直流泪。外表看有境虔，可当他听到全能神的默示做工时，脸、嗯、立马就变了，眼珠子也红了。 肆无忌惮地论断定罪、毁谤亵渎全能神的，还辱骂殴打见证神牧师做工的弟兄子，就是还挑唆我们打幺幺零报警，嗯、那凶相鬼态呀，全暴露出来了。哎，你可不知道赵弟兄、嗯、当时我都感到不可思议。嗯、你说吴牧师这平时看起来挺谦卑和善的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凶恶？是啊，哎，这跟当初的法利赛人。 有啥区别？哎呀，没啥区别呀。就是这法利赛人牧师长老的例子太能说明问题了。是、啊，哎呀，人有再多的好行为啊，也不是真实的悔改变化呀。哎，要不这么交通啊，嗯、还真看不透这事儿。哎呀，感谢神呐！哎，老张啊，这下服气了吧？<laughs> 你看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我不明白真理，这不是在寻求吗？嗯 <laughs>、啊，是寻求，寻求。是啊。 这真理是越辩越明，越交通越亮堂啊！可不是嘛！<laughs> 哎，赵弟兄，哎，咱们还是交通交通，哎、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吧？嗯，真实悔改啊，嗯，是指人的生命性情变化，啊，对神有了真实的顺服，能遵行神的旨意说的。哎，这方面啊，哎，咱们来读读全能神的话就明白了。好，哎，我来读吧，哎。 哎，好。<coughs>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人本性上的变化。人本性里的东西，不是在外表做法上就能看得出来的。本性里的东西，直接涉及到人生存的价值、生存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观，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，涉及到人的实质。 如果人不能接受真理，人的这些方面就不会有变化。只有经历神做工，完全进入真理了，人的价值观、生存观、人生观都有了变化，看似观点与神一致了，能绝对顺服神、忠于神了，这叫性情变化了。嗯，啊，这性情变化是指本性上的变化。嗯。 性情变化不是指人能为神劳苦做工、嗯、撇弃花费，嗯、外表有敬钱，有点好行为说的，嗯、而是指人经历神的做工，明白真理，对自己被撒旦败坏的真相有了认识，看到我们凭着败坏性情活着多么的丑陋、嗯、卑鄙，从心里对自己撒旦的本性产生真实的恨恶，能有真实的悔改，愿意追求真理，凭神的话活着，看事观点有了转变。 我们里面抵挡神的撒旦性情，撒旦本性解决了，嗯，能敬畏神、远离恶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都不再被你抵挡神了，嗯，都能顺服神、与神相合，能遵行神的旨意了，这才是性情变化，才是真实的悔改呀、啊！哦，这下我明白了，原来真实的悔改，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里面抵挡神的撒旦本性，嗯，对神能有真实的顺服，身为性情有了变化。嗯。 哎，赵弟兄，嗯，那撒旦本性是是指啥说的？是啊，这撒旦本性啊，嗯，是由各种撒旦毒素、撒旦性情组成的。哦，几千年来，撒旦一直借着各种魔王伟人的谬论鬼话，来迷惑人、败坏人。像什么，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 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还有什么啊？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嗯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嗯。还有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对。人活脸，树活皮。嗯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处流是啊，这撒旦的哲学还有很多。嗯。就这些撒旦的毒素深种在我们心里，成了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生命，牢牢控制着我们的思想。 也扭曲了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们就崇尚邪恶，总想出人头地、高居人上，想自己说了算，不愿顺服神的主宰安排。都争名夺利、勾心斗角，互相欺骗利用、厮杀陷害，性情也是越来越狂妄、自私、诡诈、邪恶，都厌烦真理、否认神、抵挡神呐、啊。这撒旦的本性。 就是我们犯罪抵挡神的根源的。哎呀，末世神道成肉身发表真理，就是为了解救我们的撒旦本性。嗯，我们经历神的审判刑罚，脱去了败坏性情。无论撒旦怎样迷惑利诱，也败坏不了我们了。嗯，这样我们就脱离了撒旦权势，蒙神拯救了。感谢神呐。还这么交通啊？嗯。太实际了。要不这么说啊，我还真认识不到那些名人伟人的谬论鬼话都是撒旦毒书，是,啊、是败坏人的。 哎，这也让我看明白个事儿。嗯，这些谬理听起来好像也对。嗯，甚至都被我们当作人生格言了。可凭这些东西活着，是越来越没人样，越来越抵挡神的。把我们败坏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哎，这些撒旦毒素啊，可真够邪恶的呀！是、啊。你就说我吧，外表上忙活着搞接待尽本分。 可心里头呢，总想让弟兄姊妹说我个好，完了能蒙神纪念，能进天国得赏赐。这我这么尽本分，也不是为了满足神呢，嗯，都是为了自己得福得利。哎呀，我这么自私卑鄙，那不就是受着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撒旦毒素支配着吗？哎，这话可说到要害了。嗯，想想要不是为德福进天国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劲儿为主撇下话费呀、啊？哎，老张啊，你以前是咋说的？ 咋说的、啊？想当初我为主传道做工时，那是风雨无阻，作奸受苦，差点被警察打死都没被判处。如今我为神受苦，以后肯定能进天国得福。哎，这话说的还挺溜的。<laughs> 你别说是我了，<laughs> 就你这几句话啊，咱家那鸡鸭鹅狗猫都记住了。<laughs> 哎、<呀>老张大嫂在家没？谁呀、啊？我，他婶。儿快,快快！ 上里屋藏起来。来了，开门。<laughs> 老周啊，<laughs> 你有事儿啊？那话说的，那讲话了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他不如对门你说没事儿就不能上你家串串门 <coughs> 哎呀，老张大哥在家呢。啊！哎，老周，你有事儿吧？啊！ 没啥事哎呀，瞅你家这房子装修挺好啊！哎，我说老张大嫂啊，嗯、刚才我看你家来个人，谁呀？啊，我外甥，来看看我就走了。啊，外甥？嗯。呀、哎，我还以为信神传教的呢<咳咳>。哎，我说老周啊，嗯，我家来个人有点啥动静，你都知道。你啥时候成我家保安可以，给看家望门了？哎，老张大哥。 这话说的，我那哪是看家望门啊？我那是兼，嗯、啊，兼职照应一下邻居也是应该的吧？你说是不，老张大,大嫂？<laughs> <laughs> 这照应是比监视好听多了。<laughs> 你们也知道啊，现在政府为了不让人信神，是不是让咱们邻里之间五户联防，互相监督？你说这要是谁家来个人啥的，我不得了解了解情况吗？ 哎，老周，你来的真不巧，我跟你大哥要出门呢，要不你,你要我接个电话？哎，干什么？还忙着呢。你说什么？孙子看丢了？哎呦，我的个娘嘞！ 去找去，你快去找去，你磨叽什么？哎，你个死老头子，我看你说什么你也干不了，你给我丢、哎、老周你走了、啊！哎呦，孙子要了老命了！哎呀，这老周，哎，赵弟兄来，哎，这总共啊，用五户联防，到处安插眼线，限制人，控制人，心神，真邪门。哎。就是，哎，嗯、咱不受三点九二瞎制。嗯、赵弟兄，咱们接着聚会，好。赵弟兄，哎、你接着说，哎。哎 通过刚才的交通啊，咱也都知道了，光有行为的改变，不代表人有真实的悔改，也不代表人有生命性情的变化呀。在这方面，我自己也有些体会和认识啊。哎，那聊聊呗。就像那次教会选举代理，嗯，我就觉得这次我肯定能被选上，可没想到啊，嗯、最后选上了韩姊妹，我心里就不服啊。嗯，论新生时间，我比他长。 论受苦花费，我也比他强多了。再说我还比他文化高呢，咋选他就没选上我呢？哎呀，这弟兄姊妹都该咋看我呀？当韩姊妹安排工作的时候，我外表顺服，可心里不服，尽本分也不像之前那么积极了。这灵里啊，还特别的黑暗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呀、啊，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。 你也可能能跑很多路，也可能能受很多苦，能忍受很大的屈辱，也可能你感觉离神很近，圣灵也在你身上做一些工作。但是，当神要求你做一件不合你观念的事的时候，你还能不顺服，还能讲理由，还能被你抵挡，证明。 你还是抵挡神的本性，并没有丝毫的变化。从神的话里，我才认识到啊，我信神这几年，外表行为是有了一些改变，可里面抵挡神的狂妄本性没有变化，还是凭着撒旦本性活着，追求名利地位，出人头地，总以自己做工受苦多为资本，在弟兄姊妹面前摆老资格。 就想让人高看崇拜，我、啊、这也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呐。弟兄姊妹没选我做带领，就觉得没面子，就消极怠工，还跟神讲理对抗。这时我才体会到啊，无论有多少好行为，这撒旦的性情不解决，一旦神摆设环境不合自己的观念，就还能被你神、抵挡神呐。哎，还真是。嗯 这不管外表行为有多好，也不代表真实悔改呀。哎，赵弟兄，嗯、我跟你说哈，嗯，就像我跟老张吧，嗯、你说平时吧，我跟他不争不吵的，哎、外表也能实行包容忍耐，可临到事儿了吧，我总觉得我自己说的对，就想让他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血气就上来了，还能发火教训他。你说我这不也是狂妄自大，没有真实悔改吗？嗯，这认识的还挺好。嘿嘿嘿 哎，老张啊，那赵弟兄这么交通，你就没明白点啥？这话说的，我咋就听不明白呀、啊？<laughs> 那你说说，你都明白啥了？外表行为的改变还不是真实的悔改？嗯。没了。没了。就这两句？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说，哎呀，我，我说你，你咋不把你那屈才那事亮了呢？ 这点小事儿，我自个儿认识到就行呗，你晾啥？哎呀，自个张弟兄，不开你呢。咱们哪都是被撒旦败坏的人，这败坏心情都一样，谁也不笑话谁。咱们敞开交通，神就开启带领咱们。哎，就像那时候教会诗歌是咋唱来着？哪一首？刀空自己，单纯敞开，是行做成实人，真理是人释放自由，心里乐开怀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快说说吧。是啊，张弟兄，说说吧。 那啥，这次教会安排我接待聚会，我嘴上说顺服，可心里呢，老大不愿意了，就觉得自己以前是讲道人，可现在让我搞接待，这不大材小用吗？你说弟兄姊妹会咋看我呢？所以啊，就想尽带领执事这样能肉软的本分。不过、啊。 通过刚才这么交通啊，我也对上号了。我这也是狂妄自大、白长资格，还追求地位、让人高看的。我离真实的悔改还差得挺远呢。感谢神呐、啊，咱们能有这样的认识，这都是读神话、明白真理达到的果效、啊。嗯、是啊，这要不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，咱们对自己的败坏真相还有犯罪根源都不认识，这更谈不上、哎。 真实的悔改变化是啊。哎呀，漠视全能神做审判刑罚的工作太有必要了，这是咱们败坏人类的需要呀。是啊，这要不借着今天这么交通啊，嗯，咱们还真认识不到自己的缺少呢。是啊。哎呀，感谢神呐！感谢神。这都是全能神的话语达到的果效啊！感谢神。哎，咱们呢，嗯，再来读读全能神的话吧。哎，好。哎。